我竟然能够站在这里。I feel like I'm dreaming. Give a round of applause to BE International. 接着大家掌声来感谢 BE 国际。真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三位伟大的创办人，我绝对是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么华丽的舞台。借助大家掌声，谢谢我们伟大的创办人 President Mr. An 李学生 Miss Executive Director Miss 侯慧君及我们的 Miss Karen Liu， 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大家好，我实力小梅，15年前我是一名电子工程师，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到日本工作，可以研究对人类有帮助的新电子产品。大学毕业后，我真的成为了工程师，我非常的努力工作，我可以每个月 OT 100个小时，我可以24小时 on call， 甚至年初一回去工厂 support。 我进修日文，进修硕士学位，可以快速的升职加薪。我的另一半佳杰是一名电讯工程师，佳杰花了10年的时间在企业界爬上了董事经理的位置，拿着年收入过1000000，拿着公司的分红。以我们的专业背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会投身直销领域。在我们的认知里，只要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就有机会改变命运。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打工的机制里，再专业再努力也是有所限制的，因为选择比努力更重要。14年前，我遇到了人生中的启蒙老师，当时他们告诉我，你这么努力，你可以10年、20年、30年成功，但是你的父母可以等你30年吗？当时我真的感觉到时间真的不等人，我深深的感觉到，原来我一直努力努力努力，也许不能够如我所愿的改变命运。我马上选择改变，我没有人脉，传销让我倍增我的人脉。借助大家掌声，谢谢我亲爱的上线，当初启蒙我，让我知道选择放对，梦想才能起飞。借助大家掌声，谢谢阿飞姐、钟山和陈丽仪叔叔，上线，谢谢你们。BE International 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间直销公司而已，它是一个家。BE是一个有故事的家，我们都是故事里的主角。从BE开始的第一天到今天，点点滴滴、大大小小的过程，我们都参与其中。我还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听到BE成立的那种激动，第一次听到 HR 来生拿到的那种感动，我们在一起欢呼喝彩拥抱尖叫。我还记得第一次踏进公司的感觉，就是回家的感觉，我们终于有家了。洗版面子书 Instagram 告诉全世界我们开始了，虽然已经2年了，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历历在目，我们从未忘记过。与方的常告诉我们，莫忘初衷，方得始终。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明星产品 Alora Pants 科技惊人，科技独特，效果又惊人，得到了整个市场的热烈回响。第4个月，我们就一起面对了严重的断货，刚好又遇到了日本的风灾。跟我们一起走过那段日子的伙伴们、家人们一定知道，1个月断货5次。我们的founder亲自飞往日本几趟，所有的内部管理层每一天都 update 我们到货的日期，领袖努力的去安抚顾客、安抚市场，得到了顾客的谅解和体谅。整个BE家人都凭着
一家人一辈子一件事的精神，群策群力，上下一心的度过了当时的难关。给所有的 B 家人一个热烈的掌声。因为大家都爱着这个家，大家都愿意一起捍卫这个家。因为 B 方的给了我们这个家，他们妥协了他们的理想，牺牲了他们的非凡自由，今天还亲力亲为，这两天还陪伴着我们在 B 口门市的筹备过程里面。他们永远都这么的亲力亲为，走在前线领导着我们，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再给我们的 B 方的一个热烈的掌声。2017年8月份开始，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和我们的创办人和所有的上线们一起穿着我们的明星产品 Alora Pants 南上北下开发组织，不断的分享，不停的分享，见人就分享，并肩作战了全马各地，有人我们就去见。我们的组织从 KL 开发到九后，到槟城，到吉兰丹，到米里，到香港，到古晋，到印尼，组织遍布27个国家。因为 B 的这个机会，让我们的组织在短短的一年倍增了20倍。我们的组织同时出现了2位的 RCCA 温清英和 Rexon， 他们都来自专业的背景 ，CPA Chartered Accountants 和 Sonographer，RCCA Christine Chu 7年的家庭主妇，13个月通过 B 完美的机会，成为了 RCCA， 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我们的组织同时也有23位。的 CCA， 他们都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有家庭主妇、小学老师、中学老师、生意人、家族生意第二代传人、家族生意第三代传人、工程师、土木工程师、电子工程师、电信工程师、美国留学生、澳洲留学生、英国留学生等等不同的背景，很多在他们的领域都已经是佼佼者。但是今天运币这个机会选择转换跑道，和我们一起追求梦想，再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今天在场我们有超过80位的组员，今天接受 B Convention 的表扬，印证了 B 的这个机会是超棒的机会。在座的每一位，你很可能就是下一个闪亮亮的巨星，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很多人问我，你这么忙，你有时间陪家人吗？你不觉得牺牲家庭吗？B的事业就是家庭和事业可以结合，夫妻和事业可以结合，我们可以自己安排时间，我们夫妻一起拥有同一份事业，一起并肩作战，一起南上北下，一起接每一个人，一起启发每一个人，我们有共同的梦想，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理想，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们几乎24小时在一起，我们一起经营家庭，建立事业。借助大家掌声，感谢当初启蒙我们夫妻发挥280斤的力量，也是今天的压轴讲师啊，谢谢蔡志杰以及米小林，给每个人的掌声，掌声，谢谢你们，我爱你们。一个女人应有的精彩，我都在直销经历，从单身到结婚，到怀孕，到生孩子，当妈妈，我都把我的责任和梦想放在肩膀上，从未放下过。身为女儿，孝顺父母，让父母放心是我的责任；身为妻子，扶持丈夫，建立事业是我的责任；身为母亲，教育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是我的责任；身为社会的一份子，回馈社会是我的梦想。因为 B 让我可以活出自己的价值，通过建立同样价值观的团队来回馈社会，回馈组织。真的感谢 B 可以让我的人生这么的丰富，接着大家掌声，谢谢 B。 B 绝对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与 B 的6大支柱就是我们事业的强心针。 B 的成立也许是偶然的，但是在 B 成功是必然的。
让我们一起落实圆融心灵、触动生命、创造永恒的使命，和彼一起走向全世界。我们在世界的舞台见。我是李小梅，谢谢。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nd sharing your thoughts.